他第二个问题，凡事都有因果，对学佛人来说，佛法是一不是二，因果也是一不是二，所以一学佛就到极乐世界，不是来生道，是现在就到。以上理解，请法师开示。这个你的东西也太深了，我不够资格解答你，我没有能力解答你。我学佛56年，没有学到这个程度，所以您另请高明，我没有法子解答。